搁一个就有啊。天气冷飕飕，慈济志工为街友送上御寒物资。公园或是天桥上，志工一一探访，送上了真挚问候。这些生活用品，我就是苹果、柑仔，祝你平安。好，啊，这还够有，够有那个什么呀？有毛巾、牙膏，啊，够口罩。非常感恩啊，他关心还有这么的困难。志工还贴心弯下腰来聆听每一位的心声。全年的红包，这是全年的礼券哦，还有你全年的哦，没有是这，是这，是这，是这。看到热食，有的街友忍不住大快朵颐。不用，志工关怀脚步马不停蹄，天冷不过大家的心里却是暖暖的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王秀芳、孔启忠高雄报道。